不是他等谁？苏冠宪是。为什么国栋你可以跟米塔拍那个 For Gamers 那个？找我们去拍的啊？有钱哦？有吧？我没差啊，他叫我拍那影片，他也没给过我钱啊，我还照样去拍，叫。不是哦，我不是、啊、重点，不是有没有钱，重点是我也想拍啊，为什么没找我去拍？两男一女差不多啦。啊，除他今天要多拍几个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如果说，我是觉得三男，我是觉得至少要来个三男三女，对，比较实在，比较少。那你说另外、啊、找不到那么多女的、啊，另外两女要找谁嘛？那你说说看嘛。啊、不然下次帮你找小云嘛？啊，你们俩大烟嘛？哇，好酸好酸，还要顺便找你弟耶，你弟不是有阿言吗？我怎么好意思讲你啊？不不不，哎、那哈言的不止我们两个，好不好？白痴，找你可以找乐乐跟小云啊，再来个大合体。他妈哈言就哈言啊，操你妈的，哈言也没他妈的你的那妈的汗臭味臭，好不好？操他妈的！看臭味只是臭，好不好？二手烟是会致癌的，懂吗？哎、欸，抽烟会导致性功能障碍，烟盒上都写给你看。妈的嘞，你又用不到，你又老二都跳不起来了。我问你，你老二是不是还没用过吗？那你多吸一点是有差你。啊，我还没用过就觉得，哎、欸，到底是要跳哪啦？要随便，跳最好，跳 B 站啊。好，跳 B 站。啊，烟老二都还没用过，就快翘不起来，一定是都吸你跟九神那两个垃圾的烟臭。不是，当你到这个阶段都还没用一用，就直接当终极大法师哦，还在那边想要用。他已经没听过，没听过那个张三丰说过吗？没用过，武功比较高强哦。他已经转职了，好不好？你在嘴上笑，他已经转职了，好不好？动主播已经是大法师啦。妈的，我催眠大师啊，对，附近都有，然后教堂一只，右边一对，教堂那边一对，然后。这把不错哎，然后对接一对，然后我们左边一对。你们怎么直接跳？你们直接跳在人堆里面、啊？我们要开战了。真的是怕最不怕死的那。好啊，要干就来啊！现在我有枪啊，老子有枪，老大爷。在那里噼里啪啦的啦，你说教堂一队是不是？教堂一只，然后后面那些仓库那边一队啊，就他应该是跟那一边一队的吧。然后对接一队，感觉噼啪啦的有人开射了。对接在射，对接在射，看对接开弹了。没有小杠，你们先扛一下。妈，到底是谁的麦那么吵？操你妈，陈哲进的哎、欸！干嘛？我现在没有按动。他妈怎么突然这样动一下，噔一下什么小的？那不是我、啊。那什么？那到底他妈是啥小？我动的。你在动桌子吧？绝对不会是我吧？我家没有木头桌。哦、oh, ，救我！救我！我只能说你那边人比较多，我那边七八多人呢、欸。
还是安息吧。妈呀！刚就跟你说最近在开了，你又不是那个时候跑，要待在那里。他妈走过去就被人家射成疯了。他们在那个最右边车库那边一群，我去干他们。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往，他们不知道有没有往那教堂那边跑。谁都在对接是不是？对接有。哎，我被，我操，我被爆头。烂了你！他跳下来，鬼谷他跳下来，在里面跳下来。他妈，你怎么死？鬼谷他跳下来，他跳下来了，他在你那边。干，对，有两个去收你啊！我不敢过去啊，妈。应该是，我看一下。三个。三个吗？两个倒地，两个倒地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两个倒地，然后有一个还没倒。宋主播，我这边好像还有人。我在三楼。知道。我在二楼。知道你那边还有人啊？不好在下面，他下面干娘嘞！喷啥？下面下面，他水沟水沟水沟，桥下桥下桥下，你桥下还有一个哦。一个先来，一个先来，一个先来摸我头好吗？一个先来摸一下我头。一个先去摸，一个先去摸啊！我去摸，去摸，你自己小心一点啊！你在哪里啦？谢谢。哦。还摸还摸，有个过来了，有个过来了。杀光了吧，应该四个吧。嗯，都顺的啊。哎呦干，炸弹好近哦！哎干你啊，炸我头上！哎，我快跑！你刚打倒的有急救包吗？我身上有。逼送好难用哦，妈一下子弹就没了。给个急救包。他刚说的那个是顺倒吗？对不对？对吧？安心。这里有小黄。断人，双步枪啊！他说还拿个喷罩，算了，拿双步枪啊！考虑一下，真的。有人要，有人爱用 B 充的吗？这里有二级包。可以扩充弹夹下去，在旁边。我有欸，我捡一个没啥、啊，等下分别。就这边的人都死光了，是不是？欸，有人看到了，这间我这间屋子有人。嗯，我进去喷他，准备哦。楼上应该不是我看。好像是，应该不是我看错。那我要上去了。嗯。哎、欸，后面外面外面有个摸过去，在这边。哎、欸，外面有个摸过去，外面有个摸过去。哎、欸，他在二楼吧？我刚才、他躲在里面，我刚看他躲在里面，可是有一个在外面，有一个在外面。那在我这边吗？你、欸、在这边，在这边。有个在二楼，有个在二楼，有个在二楼。一楼在二楼，他在绕跑。一楼跟二楼，一楼跟二楼各一个。一楼两个。干，你打啊！不要，你拔出来干嘛啦？他在我干一枪倒了，妈的！下面有一只下那个散弹，上面。左边那个墙墙后面还有一个，死了吧，都死吧，这顺道的。那个已经挂了。但你们真是他妈骗烂，到底来干嘛的？到底？别问我啦，我被 TK， 我都 TK 烂。
他在你屁股，他过去收你，我在那边射那门，干他跑掉了，妈突然探一个头出来给我射干嘛、啊？我被 PK。他妈，我们队友都撑得比你们两个久，你们好烂啊！过瘾。干，你要爬你也讲一下好不好？没事没事没事。不是我刚刚就有瞄到，应该不是我看错，就转打架了。安安白白猪，不赢他，不赢的队友。就跟龟狗玩有压力啊。你说我啊？对啊，哪有什么压力啊？为什么你跟龟玩的时候一直趴在地上？我也不知道，魔咒。我带我队友飞好啊！我看你还是不要期待他了啦。那个人八成新手还练脚啦。我们在那边轰了半天，他从头到尾都在房子里面收东西、欸。看一下最快可以飙到多少？150吧。哎、欸，这样子飙150，撞到石头才扣那么一点点而已啊。对啊，我按我会直接顺倒。你开车去撞摩托车还撞不掉哎、欸，车子还会翻呢、欸。完了，玩个飞天。这里开场有一队啊，好玩的，这么多吧。撞他，前面那台车啊，有两台车。有人在旁边追你耶。嗯，打车啊，超小强。我靠！小一大跳，好摸这种倒地，可以牵起来啊！不牵了，不牵我。他过阵子还会自己起来吧？我去赶他们。啊，你队友嘞？不知道，他在那个，他在刚刚，他在阿森，他在皮城里面炒白痴，喂他们，我要绕过去，我要绕过去吃他们，怕被炸死。好烦哦，直接这样穿过去，被炸死了算。应该是没那么水。我杀了几个智障。